中韩双方呢对改善中韩关系都是做出了努力，我们愿意与韩方呢继续相向而行，进行建设性的对话，增进理解，积累互信，推动双方关系的改善进程呢不断的向前发展。 你提到的这个呢，我也是今天刚刚看到了有关的报道。那么具体的情况我并不了解，只是看到了报道。但是呢，正如我们大家的所看到的，近一段时期以来，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半岛的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。我们希望呢，目前半岛的积极的势头能够继续的延续。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，所谓的航行与飞越自由，我们早已说过了，就是一个伪命题，根本就不存在。